有事啊，那是也麻烦，真的也麻烦。他你把检查车丢掉了，你这不是管事情的船，这船会丢下来一个。那个你不用担心啊，这个是，这个也不是我担心的问题，这也不是你，是咱公司担心，这样你们也算我们要紧，档案报告也要回来了，对吧？你不用担心，就回来。我绝对给你要回来。好好行，好吧。No。哎，爷呢？不行。回家去。我当我妈去。哎呀，给我放点人。那个，好，好。兄弟，你这里哥。